喂，你嗰度点啊？我都唔知啊，你都吓我啊！我计过咗啦，如果过咗今晚12点都冇事嘅话，咁代表个游戏就应该结束咗。不过，如果呢个方法都冇用嘅话，我应该都走唔甩噶啦。喂，慧婷，喂。慧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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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啦，拜拜。你揾边个啊？你是林慧婷，我今天来呢是想问你一些东西的。我跟着你本书入面的这个故事念了这个咒语，跟着的游戏就开始了。我今天来呢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停止这个游戏。其实呢，啲人已經放咗工，翻曬屋企。如果你有啲咩事，可以聽日先嚟。你唔信我？係，我做咗啦，交埋咯。好，拜拜。游戏在你开眼那一刻就已经开始，只要你向右回头看，就会看到有个女鬼在离你好远的地方跟着你。
系你啊！哇，你黑眼圈咁深嘅，系咪夜晚冇瞓啊？有咩？会唔会暖？你冇事啊嘛？我好似……系医生啦，有冇写解决方法啊？呢个系我嘅草稿同埋一啲资料。OK， 呢度，只要你浸浴嘅时候，脑入边谂住一二三红绿灯木头人要小心，脑入边会出现鬼嘅画面嘅话，就代表游戏已经开始咗。24小时之内，只要你冇被喐到，你就算赢。冇啦，就系呢啲。如果系咁简单就好啦。喂，婷啊，嗯。你有冇试过讲停？停？顺便可以确定佢嘅位置啊嘛。如果你企出去啲，会容易睇到啲嘅。呢度得啦啩？继续啦！系啦，乜你唔使嗌停噶？我唔系用嗌嘅，我用讲嘅咋。咁而家你系咩情况啊？佢跟咗我10个月，佢而家每小时嘅时速系5.6公里。照而家咁计嘅话，我而家要用半日嘅时间嚟拉远距离，先有半日嘅时间活动。到咗听日或者后日，我就要用1日嘅时间嚟拉远距离，咁我先至有多1日嘅时间。我谂我都唔系剩好多日咋。咁你咪好啦，你快啲揾資料啦。哦。咦，有啦，呢度有人寫住佢曾經玩過呢個遊戲，而且仲贏咗噶。喺邊度開始就喺邊度結束，跟翻1、2、3木頭人嘅玩法。由邊度開始就喺邊度結束。信唔信得过嘅咧？唔理啦，我留低电话号码同资料，我系快啲同我联络。我谂到啦，我谂到啦，浴缸，浴缸啊！浴缸？我嘅浴缸？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我哋应该系要破坏嗰个浴缸，咁样冇咗开始。自然就唔会有结束啦。我冇咩时间噶啦，有咩嘢我都要试住先。好好好，我请你翻屋企。唔使啦，你都想快啲搞掂呢件事噶嘛。如果你请我翻屋企嘅话，到时候你就可能过咗佢开始嘅时间。我哋分头行事啦吓。但系我仲可以延迟噶。唔紧要啦，我搭的士。应该仲嚟得切嘅，你快啲啦！我哋再联络啦。
希望今晚是我們最後一晚的噩夢。嗯。司機大哥，夾動一快點，麻煩。走。喂，靚妹，你敢望後面發，好唔捨得啊，喂。當你知道自己剩下的時間不多，你不會想看看自己做過什麼嗎？咁就代表呢个游戏应该就结束咗。不过如果呢个方法都冇效嘅话，咁我应该都走唔甩噶啦。老子，你等下，我好似有信息啊，我睇下信息。喂，老子，喂，喂，喂，老子。老子，魏婷，魏婷，魏婷，现实就好像鬼一样，你越是逃避，他就追得越紧，唯有面对他，解决他，你才可以做回你自己。